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大家好，我是长空。最近除了下雨就是空军了，不是不钓鱼啊，空军了。然后今天还是来到小河边，空军了就不更新了，更新了你们也不点赞了。今天在后面这个位置，这边是一个小回弯，然后是一个深坎，一个深坎，有接近三米的样子。之前我在这里钓过蚯蚓的，钓的还行，钓了4-5个黄辣丁。今天打2把玉米啊，这边是一个大坎位，非常适合钓鲤鱼的。今天没有提前打窝，直接钓饵料。加上水比较浑，纯钓玉米的话会非常的难受的。来了，什么鱼？哎呦，土灵，这个头还行哦，这个头必须下鱼户了，很漂亮的一个小洞口，顶漂，漂亮，来了，哎呦，哦。这条漂亮，可以哦，这条来了，一个小洞口，很漂亮的一口，有点小哈，这条来了。麦鳞，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洞口。哎呀，蹦来蹦去的。来了。哎呦，哦，鱼口好轻，还过得去。鱼口有点轻，线组太大了。今天打玉米，线组也不可能用太小的。来了，小洞口，来，哎呦，又是麦鳞，好轻的鱼口，鲤鱼一条没碰到，来了，这条还行，哎呀，太灵，又是一个。硬杆子飞鱼还是爽，直接就飞上来了，一个泰林来了，这个是小黑漂，哎呦，全是这鬼东西，哎，全是进口货，别蹦了兄弟。哦，完了，哇、哦、在对面落一个闪电下来，吓到我，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，我现在准备冒雨收竿了，打雷太凶了，刚才好几道闪电落在对面，把我吓得要命，我不是胆小的人了，但是这种事情说不准的，反正我现在走了，不管你们怎么说，连鱼都不要了，我只想回家。